多市长吸毒影像流出。多伦多警方终于掌握了市长福特吸毒的下流影片，他们突袭了药头住处，强行敲开硬碟，并取得不少证据。自从影片消息曝光后，福特已经和警方躲猫猫了好一阵子。警方甚至出动飞机和针孔摄影机，对福特和药头进行跟监。警方甚至看到今年5月药头与美国八卦网站 Gawker 编辑 Cook 碰面，想兜售市长吸毒影片的过程记录，最后发现弃毒专案根本没必要。即便铁证如山，警方表示他们仍无法起诉福特。福特还打算投入下一届市长选举，一场浴血选战即将展开。天哪，你相信这场闹剧吗？